喂，有。那开车吗 ？OK， 先开车位置。好，对，这边七点。车。前面那个 T， 前面那个 T。可以。OK。第二个。对。好。这边有 T。我们一排。子萱应该是前面的。对。可以。好。副歌。麻油站T吗？没有，它是内。内，对。好。好。为什么要在里面？然后软式软，怕。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。这边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后面就没有。那尖叫三角形吗？你们要这个吗？不用吧。先做吗？要。那这首歌就没了吧？好，没了。下一首。好。一开始。我觉得再斜一点会不会比较好？再斜一点，阿姐你再往前一点。线的前面，我没有后面对称吗？就是没有对称。这边再进来，左边再进来，左边大家再往前。你们是不是要再拉开？再往前一点才接。对，前后再多一点。T 是那个 ？T 是姐姐那边。有吗？有吗？可以。好，那。副歌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那往后，后面就是一样，倒 B 是一样的，那没了，那第三，开头。开头我们首先放着可以吗？右边的首先放着先出来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这样。大家快点穿雨衣。可以吗？没带。有吗？我们不重要。临时再过去吗？再出去一点。第一排是不是要再开一点？就是。是不是在右？我在踢。右顶，对，是不是这边比较宽，这边比较窄？应该说我跟平还是分离的。对，就是我跟麻油的间距也比较大。对，应该。所以我们要靠近。林宇是不是要再出去？我在踢。你在？我在外吗？因为你跟麻油应该不会对称。好。好。这样。OK。那三角形。三角形最后的那个。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就可以。那就下一首歌。要直接放歌吗？先放吗？就是还是要对一下位置。对，还是要对一下位置。好。啊，这里了。彩杰要不要再出去一点？踩脚。OK。脚在外面。好，第二个。出去散开之后，音响，阿姐这是第几排？上音响。第二排，那麻油是第一还是第二？1.5。哦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深一点？这样是不是看不太出来？可以。好。那个，Hello。OK， 下一个开头。好，可以。下一个。
这个，这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换位置的，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先走，先走。那你可以聊在肉肉玩。对 ，OK。有吗？好，那最后，好，一个，最后就一样。对，然后到三角形。三角形。第二个。OK， 你在他后一排，在后面一点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踩音乐。那怎么有你鞋子上有？其实有胶带。第四首。第四首。六号。小心哦。站好。可以了。OK。见哦，是的。